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N 阿金娜，今天来到我们传说中的小富偷车。然后在上一集呢，我跟猛毒呢攻进了这个地方，叫做梅里威瑟，为了就是抢夺回来猛毒的那两台特殊车，其中一台就在我身后，另外一台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在要进来的途中呢，猛毒竟然失踪，然后我就一个人攻打到最后，没想到最终头目是吹佛，吹佛就是梅里威瑟的大魔王，他一直想要拿这两台特殊车去做一些坏坏的事情。至于怎么个坏法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既然你想要知道另外一台车在哪里，我现在就跟你讲，我把另外一台车呢跟我融合之后，我就变成这一副德性了，呵呵呵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怕你的地方。我嘞，他竟然变成一个绿巨人浩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所以只要跟这个车子合体，就可以拥有未知的力量吗？可恶，那猛毒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猛毒不见了？不跟你废话多说了，我要去统治我的世界了。啊！现在小富看到我就怕，我先把我的载具给带走，走了，我们离开这个梅里威瑟，跳哦！我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存在。我们先前往这一个洛圣都的都市好了。我嘞，整个傻眼，吹佛变成浩克，然后跑走了。好像在这边还有一台九头蛇啊。但是猛毒整个不见了哎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找一下猛毒啊？不然以我一个凡人之躯，我是要怎么打赢浩克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但是这边感觉没有猛毒的气息啊，我稍微绕个一圈，敌人好像大部分都被我消灭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们也先回市区好了，不然那边完全没有猛毒的踪迹啊！要打赢浩克，我们就必须拥有猛毒的力量。我知道了，当我们找不到人在哪里的话，一样，我们去找那个地下网络的霸主莱斯特，看他那边可不可以查到这个猛毒的消息啊。哇，然后这台九头蛇尾数可以飙到500，我是有没有看错啊？哦，500没问题，差一点点，499500 ，yes。然后我们先找一个水塔，至于为什么要找水塔，你们应该知道了吧？水塔在哪里？你们有看到吗？我们目标水塔找到了，然后往左边飞，这一招真的很好记啊！是不是超酷？哦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等一下，我们一个直接一个飞过头，来，我们准备降落，我们直接降落到那个莱斯特他家这边。OK， 搞定了，搞定了。哎，莱斯特。我要你帮我查一个人啊！啊，你有事找我这个帅哥吗？我是那个鼎鼎大名比金城武还要帅的莱斯特啊！我身上的优点呢，就是有完美的55:5比例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莱斯特，我不是要来听你讲这一些有的没的啊！我是要你帮我查一个人。我干嘛帮你查？你今天又没有带猛毒来，我干嘛帮你查？我又不会被吃掉。我来。对吼，上次是有猛毒，那你说到底要怎样你才愿意帮我们查啊？我给你两条路走，第一呢，就是你要发自于内心觉得我很帅，
我来发自于内心觉得你很帅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我没办法发自于内心觉得他很帅啊。有观众会觉得莱斯特很帅的吗？没有嘛。莱斯特，你给我第二条路好了啦。很好，那就第二条路，你喜欢给我按到1000以上。我来，这个莱斯特还讨价还价，他希望观众们把喜欢按到1000以上啊，不然他不要帮我进行这个系列了。他不跟我讲猛毒在哪里，我就没办法进行这个剧情了。有吗？观众按下喜欢了吗？好，莱斯特，观众已经有按下喜欢了。你唬我，有一些观众只是看看而已，他并没有按，好不好？怎么没有吧？有按了吧？好啦，有，这次真的有按了。好吧，姑且相信你一下啦。我帮你用我的电脑查一下。好，查到了，他的位置现在人在医院那边。医院那边哪一家医院啊？我已经帮你查到了，哪一家医院你自己去查啦。哇，这莱斯特也太任性了吧。好，我们开着我们载具走，反正有九头蛇在手，应该去什么医院也是很快啦。然后我记得这附近就有一间医院啊，我们直接过去看一下是在哪里哦。正前方这一栋嘛，这个就医院啊，它上面有一个停机坪，我直接停停机坪啊，先把轮胎放下来，然后这边，好，往前，这个九头蛇真的很难操控。 Yes， 停得非常的完美啊。好了，我们赶快去医院里面找找看猛毒有没有在这边啊。走，我差点要摔下去了，好像有楼梯啊。然后我们在这边查一下啊，没有人可以问，我是要问谁啊？不是医院平常外面都会有一些人吗？好，进去问好了。好像不是在这一间医院欸。洛圣都哪里还有医院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还有另外一间啊。有一间好像是在一个公车站，公车总站的旁边啊。我们看看是不是那一间医院啊。话说为什么猛毒会在医院啊？不合理啊。那时候我不小心摔到三角之后，猛毒现在人在医院，怎么那么奇怪？来来来，我们往前，那一家医院就是这一间。来来，我们降落，这边也是有一间医院的啊。哦，停这边。路界挡一下应该是还好吧？界停一下，没有挡到车啊，就挡个两线道而已。反正马路是我家开的嘛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台车会怎么样？你就选择小逆过去就好啦。啊，你们去那边啊，小逆一下就可以过去的，好不好？我先进去里面问一下。怎么好像里面没有？哎呦，我们的猛毒，你现在人怎么在这边啊？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自从你摔下三角之后呢，我就直接冲去对上他的大头目，结果没想到他大头目是一个好客啊，我直接打输他，被送来这边啊。哇嘞，所以你已经跟我们的那个美丽威慑的大魔王打过了，然后你打输，人被送来医院。原来如此，我想说你怎么不见了？现在我们的浩克呢，融合一台就可以打赢你。那如果他融合两台，那我们怎么玩？我们一定要想一个方法，然后来打赢这个吹佛啊，不然这样子不是办法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这个吹佛浩克正在大闹洛圣都啊，他连公车都给他狙起来。哇，他抛的有够远的，不愧是我们的吹佛啊，连警察也不放在眼里一丢。哇，三颗警星了，吹佛太狠了。不过浩克似乎把他刚才那一台 R3 藏了起来，我们在画面中并没有看到那一台猛毒的特殊车啊，所以可能我们的浩克还没有找到方法把这台车融合起来啊。毕竟要同时
融合两台车在自己身上的话是需要一个非常的技术，而这个方法目前没有人知道，除非你是特殊血统才有可能一次融合两个特殊车啊，一般人来说就只能融合一台特殊车。欸啊，我们猛毒要跑去哪里？反正不管，我先去找看看吹佛在哪里，因为毕竟我有这个九头蛇，或许可以跟他抗衡一下。来，我们先出发，走了走了。我记得他那时候是来洛圣都的都市，但是其实我不太确定他现在人在哪里啊，我们只能东找找西找找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找到他人在哪里。我们稍微地毯式搜索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地上有一个 H， 莫非就是浩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换成盘旋模式，差不多在那个角度。我在左下角地图是有看到一个浩克的图示，但是目前这样看是没有。哎，是我看错吗？来来，我直接雷射炮把他射死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有没有看到人吗？哎，有听到爆炸的声音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哇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的飞机怎么卡在这边？等，会扣血，会扣血！我赶快跳出来。哦，太扯了！浩克直接把我的九头蛇给弄成这样子。没关系，我有火神机枪。你人在哪里？你给我出来！不要在那边装模作样。哦，是怎样？他是人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人类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他们在上面，受死吧！吃我这一招！哇嘞，他过来了，完了！哇嘞，GG，完全打不赢啊！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，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